小小的宣布，那就是此次义卖会在董事家协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心支持下，已经成功筹得10万令吉，作为家协日常生活基金。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！好，谢谢。那就让我们马上进行今天的义卖会开幕仪式吧。首先，我们都请本校董事长拿出书名证明来宣誓。致辞，董事长有请。本校家教协会主席马代龙先生，义卖会管委主席倪万祥先生，本校会长陈清介先生，各位董事、各位家长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嘉宾、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以及全体的同学们，各位早上好。今天我感觉到正常的气氛非常的，因此从董事会、家教协会各学校的方方面面都不约而同的举办各种的筹款活动。今天也是董事，我们非常有信心，真的希望我在这里任何反抗的情绪，也是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共同心上的朋友，今天的活动可以成功举办，我们必须要感谢所有的家庭成员以及老师和同学们，不同的发展继续发扬光大。发的发光，身为热心大家庭的大家长，我衷心的希望，我在热心之中，在发展的过程中，能更为顺畅，更为完美。最后，我祝愿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士以及家教协会的理事们，我更。公委会主席倪万祥先生，本校副董事长马国张永南先生，董事李金德先生，王大胜先生，朱其卫先生，校长陈启杰先生，王友福先生，许家洲，王家长。各位热心人士，各大我们的记者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呢，日本校的家协主办的应该是用于一万小时间所领导的新独中，是有点担心，因为这是需要。
也反应。